王者荣耀。好打好打，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，请做好准备，全军出击。杨玉环也去上了啊，杨玉环。金应该双红了，金。快走快走，兄弟们，快走，金要到四了，快走。小蹲一手，小心中左啊！帮你小蹲一手，好吧，兄弟。镜子又来了。我靠！老夫子让我 A 都 A 不出来，不过这波应该能杀，不亏啊，应该不亏，这波还行。我 A 都 A 不出来，他没到四啊，那个谁没到四啊，杨玉环没到四。这都能到四级啊，这老夫子这么强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大招还未冷却，收到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这把我直接给他不祥征兆吧。妈的，可以。这么牛，兄弟，这个出装很屌很屌，我很欣赏你。对面要不是魏良，我肯定不会是个出装。没干扰了，直接不想跟上。我开个龙吧，他可能等会会信我的蓝的，他直播应该在刷红，我先把龙开了，赶紧去防守我们家蓝。下路能推杨玉环，下路随便推。下路你自己看吧，我这波不能去的，他等会要进我蓝，我如果去的话。张飞不跟，张飞也随便的，我下路看一下，我下路随便。我去不去啊，杨玉环，去不了。反正也不抓我的，反正也不抓我的。一换一还行吧，你下路塔已经拆掉了，进去中了。他不可能来抓我。吕布去看一下龙，吕布。我这出装、哦、不用了，他没开了。可以可以，我这把他也切不了，他最多切兰陵王和这个谁，这个神盾星。大三三放了，老夫子没大的。我可以大招。死了。张飞没大，可以接。接不了吧？哎，能接。可以接，走了。你也没大。蹭一波。飞上去了。防御塔部队消失，弩车出击。那你们推吧，我传接下去说吧，野轩他进行直播应该不在，你们推吧。进刚打完了进。哇，你裸不相身上能推有伤害吗？我靠，这么牛逼。我靠牛皮兄弟，我就欣赏你这样的，可以。那我就先做黑切了，我本来想做反甲的，但是感觉好像没有必要。有必要，很有必要。算了，
撤退，从标记点撤退。准备看龙。大招还未冷却。开龙，开龙，兄弟们！老夫子有闪的，还没交闪的，上一波。我可以单带的，我单带对面，好像现在没有人打得过我，主要是老夫子。对，反杀的呀，哎，把他拦，把他拦。但中线，中线直播，中塔，中塔先去什么？你去中塔。估摸着他要交闪，没闪现了，那个谁。张飞也没大，大招还未冷却，没那个杨元焕也没大，都没大。大招还未冷却，大招还未冷却。我能来，我能，我能跟，我能跟，有点远，但是我能跟兄弟。来的有点晚，抱歉。经济领先，别浪。收到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Shut down.You have slain an enemy! Double kill!没结果，我爱你有结果吗？开大了，这一波被绑了。大招还未冷却，下个大招怎么说 ？An all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没有说法呀，往后拉吧，往后拉吧。他中塔快掉了。吕布，你等会来打正面团，你让我去带线啊，吕布哥，让我去带线。我带线无敌的，你们打团就行了，我带线真无敌，兄弟们，真的无敌，真的。好装啊，对面！别急别急，先清中塔，我先清中线。清完中线可以赶看情况搞波兰去。这波都没大招的，除了进，除了进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Rampage.进没大呀，这进一点技能都没有，没人，没人去追他们。关键是我这边四个人啊，兄弟们，没，不是我不想去。我靠！哎呀，我这波我这边四个人追着我一个人打，我只能反打了。我靠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真的没办法，去不了，去不了，放他，只能放他一马，追不上。要看他都清线了，这波，哎，不开大吗？伤害真的搞，真的搞，离谱离谱。
准备动龙吧。怎么说？他要开龙吗？应该不会吧。他不敢，我先动了啊，兄弟们。他想秒龙，来，去跟他们打，去跟他们打，别急，别急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他不敢了，敢动，下路线没技能了，一个技能都没，我靠，他没大的，来干他。我这边能杀掌一环，一环我能杀。色带，我靠，二打一被杀了吗？我靠。没事，推中推中，上路等会我放龙吧，上路等会我放龙。把中塔先推了，推个中塔。打得好，感觉能上高地，先把中塔推了。我上路放龙了，上路放龙无所谓。中路扛一下呗，我靠，扛一下能推，能推能推能推，我来扛。吕布出来，吕布出来，哎呀，差点死了。下路下路下路，不了了，我得先走。算了算了，走吧走吧，撤一波撤一波，拿双龙拿双龙，能不能拿双龙啊？好像有点残，算了，你们先补双龙吧，补个状态补个状态。先补状态先补状态，不着急，先补状态，你们先不打双龙，不打双龙，不打不打，这波他们肯定要拿蓝的，老夫怎么拿手蓝呢？这波来过来，来了我来了，他不敢动手、这个、他不敢杀我，因为他知道他秒不掉我，所以他不敢杀我，你懂吗？把夏天清了，我把中介留住，他也秒不了我，你懂吗？他也秒不了我，所以他不想对我动手啊，直播他进来，他直播他就死了，他只能秒这个神梦溪和拉力娃，这个吕布也秒不了。进去端下线了，我们直播中了，先推个高地吧，先推个高地，先推个高地，没事。我在推塔，我在点塔，我在点塔，他要操作了，他要操作的。回家了，我靠，有点晕，走吧走吧走吧，撤一波撤一波，哎，把罗秒了吧 ？OK OK， 去开了，去开了，没有问题，兄弟们，别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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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兄弟们，二十三，哎，别抢，他要过来，他要过来，从标记点撤退，大招还未冷却，哎，可以这个闪现，但是你还死了，没事，这波我一波、哎、能不能一波？四打三能一波吗？中线什么戏剧性？算了，就中路吧。应该能一波吧。就中路一波看试试。你能一波。四打三试试。但是有个女元芳，感觉一波不了、啊。女元芳没伤害的。真的没伤害吗？你不要骗我。真的没伤害的。你直接无敌。这张飞没啥用。别谈了。先杀人，先杀人，给干了，先杀人，杀人，杀人。一波。一波了。没赢过 A 塔。拿下。真的肉，我靠，我好肉啊！没急没急，一点都不急。Victory. 我靠！我扛了40的伤害，你以为我扛了40的伤害？开个电视，开个电视，没卡牌子的兄弟们，大家可以一毛钱卡会上。我靠！我扛了40的输出，你以为？真的你以为？谢谢七。